我是刚刚列车长，那180年。我是刚刚列车长，那110年6月13号，台北捷运松安新列线南京复兴站，18:04。我拍照是开往新店的 C37 型至376、316、315编制。在南京复兴站实力308次哦 ，C37 型开至山西，开往新店，等一个字就那，拜拜。